Hello， 大家早。今天6月17，星期五，天气晴天。那今天呢，最主要呢是想说，如果天晴的话呢，那接二连三的天晴呢，那我这一次播的种呢，就应该可以生长得很好。那昨天呢，虽然还有一下的暴雨，但是还好。我在想，这时间短嘛，应该是还好。所以等一下去看一下，我播种的这个蔬菜呢，是不是安好？如果安好的话呢，就相当不错。那今天还是要去带鹌鹑宝宝出来晒太阳，然后中午以后呢，再把它带回家。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其实是一般人来讲会有点烦，但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，遛鸟的一种行为吧。反正这样对它的生长有帮助，我们就多做一点吧。这是我今天预计的行程啊，因为下午跟女儿有约会，所以就不会做太劳累的工作，可能就今天就巡视完农场走一走，就告一个段落了。OK， 我们出发了。这边的洛神呢是水晶洛神，还有一颗是红洛神，只有两颗长得还不错，那其他的好像都阵亡了。那无论如何，有两颗其实对我来讲已经心满意足了。那这边是所谓秋葵，那秋葵感觉上还不错，生长得还蛮好的，只是阳光不太够吧，所以整个看起来还有待加强，但是应该过了6月以后，天气变热，可能就会好转。那前面呢是我们的每天都会练刀的丝瓜。那丝瓜，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丝瓜呢，有没有结果？这个是重中之重吧，每天我们都会想来观察一下的东西。那看起来呢，这个丝瓜呢，已经开完花，应该也收完粉了。那前面还有一颗丝瓜，我不知道，前面这一颗，也是一颗，有看到吧？那我看还应该还有吧。那还有一颗是在后面，我看看它躲到哪里去了。哦，在前面，看起来还有3-4条，丝瓜的母花。已经开过了，那过几天再来帮它套袋吧。应该套袋也没那么快，所以再等一下吧，因为最近听说天气都会好天气，所以应该是 OK 的。好的，这是我们家的丝瓜咯。这个播种的时机如果是对的话呢，其实生长的就会很理想。这前面你现在看到的这是小白菜的部分，那再过来这边是莴苣的部分，莲花节它的生长呢，真的跟你播种的种子的数量呢，几乎就有70-80%的发芽率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这是我这一次播种算是已经成功一半了，那接下来就是看春季咯。这一次的小黄瓜呢，真的生长得不错。水平生长的时候呢，结的瓜也是挺大的，真的是蛮壮观的。尤其这边这个，几天没看到它了，它竟然长得快把我袋子给撑破了。等一下就要赶紧先采收一下，然后看看还有没有需要套袋的，赶紧把它套袋。像这个还没套袋，花都还没谢，它就已经长那么大，可以想象这个。阳光如果充足的话呢，它生长的状况还真的是挺好的。OK， 这是我们的小黄瓜跟番茄，番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它转红的样子，还是再继续等待吧。看它这样的孵蛋方式呢，都让我怀疑人生了。怎么说呢？我给它5颗蛋，结果5颗蛋呢，全部都跑出来了。那我都不晓得它是怎么孵的，搞不清楚。
他是故意把他推出来还是怎样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反正这五颗蛋就是给他玩的，那我也不知道他想干嘛。那看一下是不是五颗蛋呢？哎，这个蛋不是他的。哦，我每天还要再捡一下这个蛋的，可能有人呢闯入他的领域里面，帮他把他的蛋呢推出来，所以他现在都没有蛋，只好把他的蛋再塞回去他的枝干窝底下。但是哦，他用他的脚把人家蛋给推出来，我把它塞回去。我都怀疑他到底能不能孵蛋呢？好吧，不管怎么样，就给他继续玩吧。